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先锋 P80 手机的这个评测啊。据说这个坚固的屏幕是异常的坚固，坚固到没有人相信的地步。来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亮的啊，好好的啊，来走走的，那这屏幕还能滑呢啊，非常光滑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看一下都有什么玩意儿。来，这是真的，这反正很凶狠的。看这菜刀、黄瓜，这大锤子，完了这是水果，不是水果，坚果。都跟排队了啊，来赶紧来赶紧来。哎呀我老期待了，这是哎针来了啊，不知道什么针，反正这针很针的针啊。来左的，哎哎老爽快了，走的走的，走走，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。来黄瓜上的，来这个这个也可以的啊，这哎反正是那嗨都受不了。哎这都咋反出来都没事儿。老快乐了。好，这是什么坚果啊，来这个一大一小的，这是来吧。这个来找个没有缝的啊，这是来点。加油啊加油啊，来考验你的时刻到了。飞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走，哎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啊！你看秒杀，老狠了，这机器，先锋 P80， 看看这屏幕坏没坏啊？你这擦的不是很干净啊？来，点亮给大家看一下，亮，亮了吧？来，继续，还能打电话，你看。